主持人好，各位嘉宾好，我今天来很激动啊，我42岁，叫黄金红，我今天来应聘，就是我有一个生重病的孩子在家，昨天刚从医院接回来，完了我老公呢等于明年初马上合同到期，孩子需要费用很高，等于他要是明年下岗了，等于我们俩就是都没有工作了，我很激动啊，请大家原谅。黄姐，您说孩子得病是什么病啊？溃疡性结肠炎，就是从吃进到排出去，整个消化道都是溃疡。这次住了20天那个重病监护室嘛，我说想在医院住，后来大夫说你在医院住，说你就是等孩子一死，说你在这儿就没有意义，你还不如接回去，给他一个临终前的关怀。这么着我们才感觉到挺那个，挺残忍，就是每天看着他那样就。黄姐，怕他突然。黄姐是这样，这一定不是逼到万不得已的，成当妈妈的怎么会舍得放掉自己生病的儿子出来找工作？孩子多大的？11岁，现在才34斤，他现在一把骨头，要失去他，我现在觉得就是挺害怕的。我们的导演也专门去了黄金红家里面，看一下他们家现在的生活情况，看大屏幕。怎么了？2007年10月份，突然的，他就是又拉又吐的，开始到现在，8岁半得的这病，现在3年了，身体很微弱，体重34斤，各个器官什么的，各个脏器啊，现在全部衰竭。就前两天没有点感冒，突然就休克了，那把我们急死了，在那个重症监护室。住了20天，这大夫找我说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，在那儿没有什么治疗方案，让我们回去让他高兴一天是一天吧。我呢一直也没有工作，他爸现在开出租，一天到晚的也是不踏实，在外面老是出事儿。那时候他看不管过来呢，都这样。我怕你着急。从病了以后嘛，我们也是借了很多钱，后来那个把房子卖了，我也希望都用在这孩子身上，能满足他的，尽量满足他。都说你希望我都想晚上什么都给他吃，没口饭也啥都不吃。黄姐目前家里面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，你一直在很努力在付出，给黄金红大姐一些掌声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。那你们现在卖房子存款还有多少？还有不到10万块钱吧。不到十万，不够了。我想都花在他身上。我昨天我跟我老公看了3套房子，我想给他找一个，就是房子好一点，给他找一个环境好一点。那你算下这10万够不？够不够的？我现在宅是说一天是一天。现在他说他随时都有危险，他是说一口痰都会要他的命。我们分两部分说，慕言，我知道你要干嘛，但是非你莫属是一个职场节目，麻烦各位先恢复到职场身份，等一下非职场的部分我们随时可以谈，但是今天黄姐来是找工作，我知道我说出这个话很残忍，但是我必须要客观描述。这3年半您在干嘛？黄姐，我一直在照顾她呀，一直在家里。对，你们一直是在靠你爱人的收入。对，明年合同会到期，对，明年他会没工作，你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？身患重病，儿子命悬一线，爱子心切，母亲今夜求助。给他治病，我们把房子也卖了。这边其实有2个工作机会。有的人如果想打官司，介绍给我们，这个佣金还是不菲的。
给我2000块钱就行了。我要是找的话，就是离家近点，给我2000块钱就行了。一个月有2000块钱、无论什么工作。对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特长。无论什么工作，一个月给上2000块钱。我这边其实有两个工作机会，一个是我们在物流中心这边会有一个相对的技能要求没有那么高的，比如说仓库管理员和制单员这样的工作您可以做，那薪金待遇会和您期望的差不多。那另外一个呢是说在店面这一部分洗碗工，但是待遇会略有差距，有300-400块钱这样一个差距吧。我们可以聘请他做北京市场的市场调研员，这样你不单可以不用坐班，而且只要市场拓展部给你的任何资讯，你就把它按时按点的把相关调查资料传真回来，发邮件回来就可以了。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。我们就是做宾馆的嘛，酒店它有客房，有前厅的那个保洁这些工作。只是担心就是说你孩子如果需要的钱比较多，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。我再给他一个兼职的机会啊。我们的这些法律业务呢实际上是有诉讼的，我就是俗话说的打官司。您兼职呢就是您周围的比如社区里面有的人如果想打官司的时候，您可以介绍给我们，这样的话您还会拿到一部分佣金，而且这个佣金还是不菲的啊。明白这个意思了。这靠谱是吧？应该行。就是从此您就擦亮双眼，饶是找谁家打官司去是吧？肯定是兼职吧。对，啊，这兼职我应该没问题的。我觉得就是出去，就谁家打官司随时给他们通风报信儿。这事儿能干哈，坚持着，多点笑容。不是，多点笑容。黄大姐，你笑起来很漂亮，多点笑容好不好？行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多点笑容。我觉得要是有人照顾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出去，可以出去打探去，好，这个兼职能做。刚才说到的那三家愿不愿意尝试？我还不知道，当时心里面还有点含糊，没有底，因为有太多的变化和变数，对不对？这样吧，既然今天能说死一家，咱们就先说死一家。好的，能干多少干多少。好的，尽可能的有点收入，帮孩子也帮那个家减少点负担，对不对？然后同时我相信在节目播出之后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关心孩子，帮助你这个家庭。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在大家的关爱下渡过难关。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去和许怀哲先生达成你们的协议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您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您啊，以后完了有机会再说。您一定会帮到我的，很多东西都是你。好，完了到时候咱们再那个联系。好，谢谢您啊，也谢谢您啊，谢谢您选择，谢谢您，谢谢你忙的天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